Hello， 各位，我是 Dice， 又到了一个月一次欢乐增加负资产的新陀螺开箱时间。今天要来介绍 Greatest Raphael， 相信上盘的变形功能，还有高模式限定、Over 铁、High XT Plus Dash 这些，大家已经再熟悉不过了。而实际拿到这颗陀螺之后，我发现大家先前猜测的捕兽夹、菜篮啊、锅盖啊，其实都不是 Raphael 真正的形态。首先，我们先拿出我们的手机，然后把我们的 Greatest Raphael 粘上去。哎，看懂了吗？最新发售的 B192 其实是拿来当手机指扣的，减少你手机坠落的风险。当你不用的时候，把小翅膀收平，就会完美的呈现大天使的脸，保佑你的手机，也保佑你自己，让你永远与神同行。而且 Greatest Raphael 的小翅膀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，无论你今天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，中午出去吃饭，一定有烦恼过手机无法直立看片的问题，对吧？没错，今天你只要买了 Greatest Raphael， 吃饭前启动小翅膀，轻轻的放在桌上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烦恼解决了。小翅膀除了当指扣之外，还可以贴心的当成手机立架。你心动了吗？如此时尚的指扣，还不快去买一波？这么潮的配件，一套只卖你台币450元，现在买还附赠 Over 铁，还有 High XT Plus Dash 哦。11月13号，大家也快点把 B192 买起来，让大天使拉斐尔保护你的手机，保佑你自己。赶快行动吧！就这样，我是 Dice，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 ，Peace out。